出其不意。谁能想到炸一个100，炸到的是自己呢？养一个队，那么早睡啊？洗耳吗？我老，陈先生在不在？啊，在。哎，我枪们给你，枪上给你，枪给你，枪给你，枪给你。能逃他？干嘛？哦，没有的。来个 Q 啊，要数了。对对对。他下来了。两个过掉，一个而已。No ammo，等一下。靠腰啊！哦，没有声音。操！这还一滴耶。补不起来。没有声音，我操！可惜。OK，送出订单。等等，我去看一下我晚上要吃什么。晚餐。出乎意料，那是蛋浆的吧？空荡荡的右手，失望的沉默，没回应的拉扯。